么人才会怕导演？演员会怕导演，但我们不是。那头晕了。在这个地方，必须要树立起自己的地位，必须要狂拽酷炫屌炸天。我城市来的，我还差你个十块钱，轻点怎么的？知道什么？在城市里都是少爷，你是不是觉得随心所欲真的就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？好痛苦啊！放马过来，别以为我们就这么一点战斗力。今天我去的有点高。别去。适者生存，能活下去的人才有资格说话。